表演团千万要好好学啊，不要再出去表演什么节目的时候在那闹笑话，给我们家坤坤招黑。首先第一个动作啊，这个铁山靠，这个动作是区分是真爱坤还是假爱坤的一个重要标准啊，行家一看便知有没有啊。所以说呢，大家从第一个动作来跟我一点点的学习啊，从这边啊，篮球扔出去之后，把你的脚从这边转过来，转过来之后呢，你的腿啊成一个半蹲的姿势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把你右边肩膀往上顶，往上顶，往上顶之后呢，是然后再归位，往下顶啊，往上顶，再往上顶啊，顺便这个啊，这个白带一长啊 ，OK， 这个很关键啊，要晃出去的时候要把这个白带给它晃掉啊。那么从背身到转过来的这个动作呢，你要注意这个脚步哈、啊，你脚步一定要是左脚先抬起，利用这个惯性把你这个人啊带起来之后，右脚再点一次地啊，再看一遍啊。啊，然后你的手哈、啊，自然的就要甩动，有种很潇洒的感觉哈、啊。好，那我们到下一组动作哈、啊。好，那转过来之后呢，不是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吗？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直接起飞，左运，记住这个动作哈、啊，双手交叉，双手交叉，然后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双手双脚都要交叉哈、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把我们手往后移，顺便把我们脚再往前带啊，左脚往前，手往后。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再右脚再往前 ，OK。兄弟们好啊，该说不说的啊，又学会一个小舞蹈，搞个小王子轻松听一下啊。嗯。好，兄弟们，现在1点了，嗯，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吃的了，为了庆祝啊，咱们学会咱们家哥哥的小舞蹈。嗯，出去找点吃的，改善改善一下伙食，扛不住了呀，兄弟们，真的是。啊、出门了哟，兄弟们，看好你们女朋友啊，被我拐走了就不好了，该说不说了。咱们去吃个快餐啊，兄弟们，看看有什么菜没有。代表欢迎出来观看。啊。还给我拿2包黄果树吗？吧，微信收款18元。到位了啊，兄弟们，回家回家。到家了，给大家看看是什么菜品啊，15块钱的，我靠，有点小贵啊，该说不说的。兄弟们觉得怎么样？这个15块钱，还有个大鸭腿啊。该说不说的，来，大锅焖腱子，大鸭腿啊，简单来个尝尝。过年了，过年了，提前把年给过了，兄弟们，该说不说的。好多油，
这叫什么把子肉吧？过年了，兄弟们，该说不说的。